可能年轻一点朋友哈，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张强，可以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。张强短短两年期间发行16张个人专辑，累计销量2000万余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今天不能白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会给大家带一首。希望听到什么呢？爱你在心口难开，还是什么歌？想听什么？爱你在心口难开。爱你在心口难开哈。你都说了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们还好意思点别的吗？我觉得还是爱你在心口难开。